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神你真美善啊，神你真美好，我哋同耶稣讲，耶稣你真美好，耶稣你真美好，神你系充满慈爱，充满恩典，充满荣耀，神啊，我哋渴想你，我哋渴想永生神，我哋想同神有密切嘅关系。我们都想永远住在神的荣光，神强烈的荣光之中，我们今世都可以享受神的荣耀，时时有神的爱陪伴。哈利路亚，和善啊，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重的，和善啊的意思，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重的。和善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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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那至高处，我山啊，我山啊，我山啊，在那至高处，主我高举你，心中充满赞美，齐来高举我主我神，我山啊，贵万我自我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贵万我自我。我山的贵万我自我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贵万王之王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贵万王之王，主我高举你名，心中充满赞美，齐来高举我主我神。愿荣耀归万王之王，愿荣耀归万王之王。我一齐去赞美神，愿荣耀归俾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神啊，愿你的荣耀遍满全地，愿全地嘅人都赞美你，荣耀你嘅圣名。哈利路亚！神啊，你嘅名系配受最高嘅赞美。神你真美好啊！神你真美好。神你真美好，耶和华，人算什么？但是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耶和华，我们的主，耶和华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在地何美，将荣耀彰显于天，将荣耀彰显于天。观看你所造的天，所拜主燃亮星宿，观看你自头所造的天，所赐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他算什么？他比天星
帮助我们欣赏我们是人也都是神的儿女，是神所拯救的，我们就行神的路，给神使用。当我们越听神的话，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就更显大。主要愿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让人看到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，让人在我们身上得到神的祝福。